主料：鲫鱼一条，金针菇250克，辅料：枸杞子10粒，大葱、小葱、姜。准备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制作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鲫鱼去鳃开膛收拾干净，在两侧鱼身都用刀划三个口子，下油锅煎至两面金黄色，取出备用。把鱼放入砂锅或汤锅内，加入适量的水，最少要没过鱼身，加入料酒、盐、葱段、姜片，开大火加盖煮，等开锅加入枸杞子，换小火煮20分钟。20分钟后再加入金针菇，5分钟后即可出锅，撒入小葱末装拌，美味完成。烹饪技巧：鱼用油煎一下，再用水煮，因其乳化反应，鱼汤会变成乳白色。根据鱼的大小肥瘦掌握熬制的时间，最好不放味精，免得夺取鱼本身的鲜味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订阅本频道。